是新竹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老虎。谢谢小米小姐。好，刚刚呢，我们录的这个是两只小麻雀的这个二重奏，那用两只G调钢笛来演奏。那这个曲子没有什么，就是大家把拍子对上就好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演奏那个诀窍，就是把拍子对上，把拍子对好就行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用来演奏的这两把笛子有一些故事可以讲给各位听一下。来来，这个钟姐先介绍一下她手上这只欧妈妈黑乎乎的笛子。好，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它本身本来不是黑的，它本来跟这个一样竹色的。对，那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它发生一些事故。对，练了一些。对，有人功力太深厚，把它吹爆了。对，练了一些北方的乐曲。以前是冯老吗？还是？就像你别生那么用力。冯老曾经说嘛，那个要吹爆底墨才能怎么讲？才能说到底，才能说你吹太久了。然后呢，我比他更进阶，他吹爆笛墨，我把整把笛子当爆竹了，吹了一会儿就噼里啪啦响，然后就是。满身伤痕，对，然后反正这，然后之后就缝缝补补了，然后也跟他改了，上了大漆，建议他上大漆了，对，上黑，因为这个北方都用大漆防裂嘛，对，那就上大漆吧，对，然后，对，结果有人就忍不住，然后在上完大漆的那一天。对他不小心又暴力了，然后于是乎只能再给他五花大绑，就那个样子。对，发生这样。那为了配合他这只已经暴裂到不行的笛子，我就拿了一只我自己做的半成品，连线都还没有缠上。对对，因为这两只这样子音色会比较搭配一点，就是都是属于比较松透亮的音色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两把笛子，跟各位介绍一下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